一个香港的音乐人受到盗版的冲击，只能另找出路。因为喜欢台湾的人情味，就带着家人定居台湾，还转行做料理。但是他从没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，也规划未来餐饮事业如果赚了钱，一定会继续写歌创作。那我们家主要就是特别喜欢吃，所以做餐饮这个也有点关系。视觉效果很重要，那海南鸡饭一般都有三种酱料，对，辣椒酱跟姜葱是都会有。爱吃的一家人做餐饮，刘穗金第一重色，第二重味道。海南鸡饭油亮亮的黄皮，看的就让人要流口水。很滑嫩，然后而且很 juicy， 辣酱我觉得加上去以后还帮它增添更多的风味。他们家的料理没有分什么季节性的，我觉得都任何季节来吃都好吃。前一晚才从广东视察回来，一大早又继续买手黄皮鸡世界。带有广东腔的刘穗金，香港出生，加拿大念书，23岁开始接触各式餐饮。做鸡他自成一套公式，去头去尾去毛，2斤多的光鸡才进得了大焖锅。幼鸡呢，它大概养殖的时间大概是60天左右，那这种鸡吃起来又比较嫩。做嫩鸡要有充裕空间，他精密计算，7只鸡加上30只鸡腿，刚刚好共处一室，不会打群架，又能焖出绝佳口感。不能说是煮，我们是泡熟。对，在我来说，我觉得煮的话，火一定要滚嘛，对不对？滚都要超过100度了，那就不对了。那煮出来的鸡呢，皮肯定会破掉，里面血管也会破掉，肉也不好吃。用电炉精确掌握火候，90度水温，在水里泡上30分钟才可以掀盖。起锅的海南鸡黄澄澄，颜色艳得诱人。有很多秘密在里面，对，秘密就肯定不能讲。那你看到黄色的话，我们下了一点黄姜粉进去。对对，第一里面鸡还是会，因为我们用的是嫩鸡嘛，嫩鸡会有一股骚味，所以黄姜可以去掉那股味道。海南鸡饭最早起源于中国海南岛的文昌市。20世纪初期，随着移民潮传到东南亚，马来西亚、泰国、印尼和新加坡都留下它的美味。刘穗金的父亲在南洋做生意，细皮嫩肉的鸡成了他对鸡肉的第一印象。这个是失败的，你会看到有裂开，对不对？真的出品出来就不好看的，还是有失手啊。去骨又能保留完整外观，使它念兹在兹的视觉美。这是跟在新加坡师傅旁边磨了好久才练出的利落刀法，但这双手其实原本玩的是乐器。我第一首歌我写给那个张柏芝唱的，那首歌第一首歌我还能收的版税，我可以收大概10万块钱港币，大概50万。然后我最后一首歌的时候就开始有 MP3 了什么的，我只能收到，写一首歌的话只能收到可能2万多台币这样子。加拿大念书学的是音乐，毕业后回到香港编曲，李克勤、郑秀文都诠释过他的作品，但短短3年时间，盗版猖獗，终结了香港音乐产业。他满脑子跳动的音符，被迫画下休止符，为了生存，只好走出录音间。我是打算啊，我能不能在餐饮？以做餐饮为生，赚一些收入，然后再去玩音乐。但现在还没达到目标了。对，我这个也还是我的梦想呢。父
亲在中国是位成功的木材商人，没法做音乐后，他用父亲给的第一桶金在中国一连开了10家餐厅，其中日本料理店不敌反日暴动，在强大的政治打压下无奈收摊，只留下他最爱的海南鸡饭。我们的饭有两种，一个是黄姜饭，一个是清鸡油饭。我们是把调味料和油先放进去，然后就刚才就和匀它之后，然后加香兰叶还有香茅还有姜，然后一起去用蒸的方法来煮的。来自贵州的钱兰爱听刘穗金的音乐，身份从粉丝变成了刘太太，也从酒店工作转进小餐厅。我的酒店管理可能跟你们酒店不一样，我不是那种就是饭店了，你们这边台湾叫饭店，对对对，所以它跟餐饮业也有联系。嫁鸡随鸡，跟着老公到处吃喝，钱兰胖了10几公斤。贵州家乡味强调辣、酸、鲜，还有野，刚好就是鸡饭沾的灵魂三宝酱汁。加有新鲜柠檬的红辣椒酱，豆香浓郁新加坡进口的老抽，还有每天现打的葱姜蒜酱。姜葱用来拌饭吃最好吃，对，沾鸡也可以啦。所以吃的时候，鸡如果搭配这个老抽的话，放在前面，然后下一步可以尝一下那个姜葱，对，辣椒酱放到最后。南洋风也结合在地食材，用台湾云林的黑蒜搭配黄金比例的中药材，一碗香醇的黑蒜肉骨茶汤让客人念念不忘，是很像自己家里炖的感觉。有比你炖的好？比我的还好喝，很道地，不错。香港人爱把甜点做成冻，刚好跟热带国家的招牌水果椰子擦出火花。我们就是用回椰子里面的椰子水来做成冻，对。那难度就最比较困难的就是怎么样去把它弄得漂亮。自从做起生意后，日子就变得很忙碌，经常好几天见不到家人。直到日本料理店受到打压，他才惊醒，唯有亲情是夺不走的。保持不要动，不要下来，保持住。哎呀，开始把重心放在家庭上。香港念书压力大，喜欢到世界各国玩的他，就带着太太和小孩到日本放空一年，趁着假期尾声又转到台湾玩，意外爱上这块土地。我们在林森北路啊，晚上12点，然后那时候我儿子跟我说，他说他喜欢，他觉得台北好像治安感觉比较安全一点，在街上。那你想想看，就我小孩他自己的感觉哦。小孩的感受，夫妻俩特别重视。没过多久，真的搬来台湾。2017年初，海南鸡料理跟着登场。这位重感觉的音乐商人，也许下一刻又会发现新的天堂。注定迁徙是生命的体验，更让一家人紧紧的拦吊吊。喂，你要用力才行，儿子。